约翰二书。作长老的，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不但我爱，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，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，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因为怜悯、平安，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理和爱心上，必常与我们同在。照神的诫命行，就是爱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，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作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越过基督教训的，就没有神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这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，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，但盼望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当面谈论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，都问你安。约翰三书。作长老的，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该由后代客旅。
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作工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刁特腓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若去，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，还不以此为足。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行善的属父神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底米丢行善，有众人给他作见证，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，就是我们也给他作见证。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但盼望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愿你平安。众位朋友都问你安，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。